长接下来跟大家讲，在麦克，他是一个美国餐馆的经理，他每天呢，这个人非常拥有好的心情。当别人问他，你过得怎么样啊？他总是有好消息告诉你，每一天都心情很好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他都是面带微笑。看到他这种情景，很多人非常的好奇。有一天，他的朋友问他，哎，我不懂了，麦克，没有人能够总是这么乐观的呀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个麦克回答，每天早上我起来总是告诉自己，今天你有两种选择，一种你可以选择好心情，还有一种选择坏心情，但是我总是选择好心情，即使有不好的事情发生，我也是选择好心情，因为我不想做一个心灵受到伤害的人，使自己更加痛苦。所以很多人来跟我抱怨，我可以接受抱怨，但是我选择更多的就是光明的一面，去劝导他改变自己。这个朋友说，哎，麦克，你说的也不是这么容易吧，每一个人烦恼来的时候怎么笑得出来呀？他说，的确如此，实际上生命就像一串选择，每个情况都是一种选择。如果你选择跟别人交往，你选择别人是否会影响你的心情，你有时候会选择你的心情是好是坏，好的去做，不好的去不做，就会影响到你的工作。数年之后，没想到麦克经历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。有一天，他忘记关上餐厅后面的门了，结果早上三个凌晨武装歹徒闯入他们的饭店后门来抢劫。他们要麦克马上打开保险箱，给我打开保险箱。你知道那些歹徒啊，他们希望时间快啊，拿着枪指着他，看怎么抖啊。这个麦克呢过度紧张了啊，开保险箱的时候弄错一个号码，这个歹徒以为他是有意的，一紧张啪开他一枪了啊。麦克很快的躺下来了，然后这些歹徒逃走了，送到医院抢救，经过15个小时的外科手术啊，这个麦克终于出院了，但是有块蛋皮留在他的身上。事情发生6个月之后，他的朋友遇见了他了，朋友就问他，哎，你最近怎么样啊？他说，我很幸运了。他说，你知道我的事情了吗？朋友说，知道了。他说，你要看看我的伤口吗？朋友说，不要了不要了，我只想问你，当那些强匪进入你啊房子的时候，你的心情是怎么样？麦克说，我第一件想到的事情是我应该锁住后门的。当他们击中我之后，我躺在了地板上，我还记得我有两个选择，一，我可以选择生，二，我会选择死，所以我选择活下去。你不害怕吗？麦克继续说，医护人员真的了不起，他们一直告诉我没事放心，但是当他们将我推到紧急的手术台的时候，我看到医生和护士脸上忧虑的神情，我这时真的吓坏了。在他们的眼里，我好像已经看到了我的末日，他们已经在说他已经是个死人了，所以我知道我必须要采取行动。他的朋友说，你已经躺在床上，你采取什么行动啊？麦克说，当时有个大个子的护士用吼叫的声音问我一个问题，他问我，你是否对什么东西过敏啊？喂喂，你是不是对什么东西过敏啊？因为大家知道医生开手术之前要问这些事情的。他回答说，有。这时医生跟护士全部停下来等他的回答了。没想到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喊道，我对子弹过敏。医生和护士都在笑，脸上的忧虑神情渐渐消失了。他们笑完之后，动完手术告诉他，
啊，你应该没有问题了，你可以选择了。他说我选择活下去，请你们把我当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开刀，不要把我当个死人来开刀。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我们人不能选择天气，但是你可以改变你的心情。生活充满的选择，每天你都能选择享受你的生命的乐趣，或者你将用无情的烦恼去憎恨你活着的生命啊。